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做回来认识台湾事。大家好，我是阿平，张伟平。今年哦，这个毕业生出社会就等着咱讲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啦吼。不过咱看到六月十五，劳动部有推测出青年就业奖励这个计划。那准讲今年的这个毕业生哦，有伫九月底进前找到头路，而且咧伫钢筋公司来稳定就业，上关就使摕到30,000元的这个奖励金。不过咱嘛看到主计总处这个公布上新的这个调查，咱看到失业率哦，已经对年初3.64%哦，一直到五月失业率增加到4.07%啦吼。那么讲失业人数已经来到48,600的人啦吼。那么讲比顶个月佫增加5,000的人，这嘛是讲八冬来上届严重的这个部分。另外咧，毛学者就表示讲哦，进前啦吼，咱毛看到学生囡仔要毕业失业问题，可能是愈来愈这个严重啦吼。那么看到讲这个行政院这个部分啦吼，也是讲劳动部已经做出一挂要来做回应啦。吼，即个少年人第一届要踏入职场的人，真正吼卖惊吓。今日趁这个机会，咱好好来讨论。接着先来邀请三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劳动部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新文丽。阿明好，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苏宏杰。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好。第三位，我们邀请中国文化大学劳工系教授李建宏。哦，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首先，我们要带大家先来看讲吼，2020年啦吼，这回这个就业市场哈，可能受到武汉肺炎这个影响，真正吼，少年囡仔25岁到这个29岁，真正歹找头路啦吼。不过，咱讲即阵有推测出济济这个方案，要来救经济啊，救这个失业率啦吼。那有整理到第一张图表，先来带大家做回来看。咱讲吼，即回吼有28万的，也是讲大专吼，应届这个毕业青年啦吼。啊，头一摆要去找头路的青年有19万人哦。啊，另外咧，那是讲你若无要去找头路的，也是要去做继续去读册，也是要去做兵的，也是讲吼，另外佫有其他拍算的吼，也佫有8万人啦吼。所以这拢要投入吼，可能有19万人要投入这个市场，但是当着什么问题？无头路啦吼，啊！即阵要鼓励遮这个少年人紧踏入去社会，因会当政府遮会当得到什么补助？嗯哼 ，OK， 阮政府吼，其实都开始注意到，注意到这样子的问题啦吼，啊，所以就是讲，阮都是分步骤吼，来进行吼，啊，像这行政院这边其实有一个冲就业。然后这个练专长哈，练专长哈啊，还有新雇用这三大的措施啊，头段主持人头前讲的迄个就业奖励，这些都是冲就业的这样子一个措施，都是希望这都是应届毕业生较紧来找头路，较紧会使各就各位，安尼吼，安尼都是会使好因省得到时候呢就业上面有一些困难啦吼。啊，今嘛呢，也过来一波，都是哈，阮是希望会使新雇用，所谓的新雇用就是希望讲企业会使吼，都是提供你的职缺，去给这个少年人来训练，吼啊那是讲你会使提供有这个这个技术含量的这个训练的机会的话，啊，进步的来打你补助，是提供技术吼，或者这少年人哦，真正当入去到这个就业市场，啊，而且这个补助吼，是有这个时间吼，愈来愈济啦吼。咱想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头拄啊这个组长讲的这个第一种情形，然后就是这个青年就业奖励计划啦吼。其实吼，这个部分真正对15岁到29岁，即个少年人真正有帮助，安怎有帮助？咱先做回来看。现在找爸爸要安怎写好看的履历？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伫咧毕业季举办工作坊，替求职者履历来做检查。今年拄好拄到疫情大流行，真侪实体校园订在拢取消，改换线顶办理。而且部分企业的人数嘛减真侪，互真侪职业毕业的学生烦恼讲，今年毕业了后要找工课是真恶。公司开出的职缺量大概可能只有以往的1/2到1/3而已。像往年同一集团都会有开出很多职缺，像他们今年就没有对外的扩大招才。劳动部接压，企业伫咧34月份
做开出来欠人状况确实无理想，按过五月份回温，等去到接近旧年同期状况，所以提出青年就业奖励计划，十五到二十九岁当届毕业生，到六月十五到九月三十之间，找到工作而且稳定一条路，会当去台湾就业通网站登录，相关会当申请到300块的奖励金。只要能够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我们就来发给我们的青年朋友就业奖励金，能够拉到六个月的话，我们再加发10000元。你会想去申请？如果是我，应该会，因为我觉得至少一个工作要待满一年才算是真的会学到东西。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额外的 bonus。应该也不会说是因为奖金所以才想要在九月底之前赶快找工作，应该是说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讲的话，我不希望自己休息太久再去开始工作。另外，伫欠工较劳动的特定制造业、甲照顾服务业，确实有求财的需求。劳动部嘛，煞好康加强配合，若是青年愿意投入去这两个产业，担任主管、兼职及以外的基层服务，嘛有另外相关18000块的津贴会当领。啊，毋过政策较未去影响到中高龄的劳工。台湾劳工电商认为讲，短期以来无啥可能发生，啊，毋过也是会当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是啊，这两种方案吼，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一下吼。两种方案拢有无共适用的这个对象啦吼。虽然拢是15岁到29岁这样这个青年朋友啦吼，但是咱看到第一部分青年奖励计划吼，就业这个部分啦吼，咱讲啊，自2019年吼，你是要毕业的这个学生囡仔吼，啊，这样这个青年才有法度来啊申请第一部分吼。6月15到9月30，咱头头讲到9月底进前，你若是去红请吼。按月要来甲你计算啦吼，就是讲你是全时的这个头路，啊，这个红请那是满90天吼，特别给你20000块。另外，那是讲红请满这个半冬啦吼，就是180天，阁给你10000块的这个薪水啦吼，拢总是30000块。另外，一个计划叫做青年就业技能计划啦吼，同款是15岁至29岁，但是这是针对这个企业要给你补助啦吼，就是讲那是补助企业训练费。每个人给你1.2万上关吼，按照咱讲吼，你若是讲啊，这个薪水无达到2.8万，补助3个月吼，拢总是3.6万啊吼。2.8万以上补助6个月，给你7.2万。咱讲30000块以上吼，给你补助9个月啦吼，10.8万。为什么要有这个，和这个企业过来给因补贴这个训练费？而且咧，这个薪水吼有2.8万，啊无到2.8万吼，啊2.8万以上，佮3万以上，这是虾米概念 ？OK， 阮吼即马就是想讲吼，阮头段嘛是有讲，青年吼拄着即款就是即摆疫情吼，啊，其实伊要就业，其实是较困难吼，啊，所以就是讲，阮都希望都就是企业吼，你会使把你的职缺释放出来吼，啊，让这个青年人会使先雇佣，就是先来请来，啊，再来啊，再来训练，是啊，再来训练吼，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会使让这个青年一边就业一边来训练，好，那。安尼就是这个事业单位你一定爱请这个人吼来照顾这个青年吼，啊，所以呢，就是你爱有你的职场的导师，哎，师啦，师傅，甲你引进门，那就师啊，伊诶训练徒弟安尼吼，哎，安尼来进行啊，所以就是讲这个也是让这个事业单位无形中他会有一些行政的成本，所以就是说政府这边就是鼓励事业单位哈，可以释出这样子的职缺，然后有这样子的资深的人去带领这些青年，好啊。为什么像那都是因为伊的迄个头路哈，迄薪水无同哈，结果去给伊无同的这个奖励金呢？事实是安尼哈，都是咱若是去想哈，其实头路的薪水哈。通常是和这个工作的技术含量是有关系的哈。你若是你的技术的门槛较低哈，啊，你的薪水就较低。哦。嘿，啊，你若是你
你这是需要做侪训练啊，做侪教育的成本哈，啊，你的薪水都会较高。就是这个企业这个训练成本嘛，要按算在内啦吼，所以这个补助诶，依照你训练的这个技术成本来去做一寡这个调配啦吼。其实你嘛有整理到两张图表，要来甲恁小解吼。第一张图表吼，应该是讲啊，这倒位的人，亲像咱头拄讲的，虾米款的人会当来做申请啦吼，啊，这补助的这个部分吼，咱阁甲大家小解一下，透过这张图表啦吼。OK， 但我讲吼，我要带大家大家来讲，就是讲，你若是15到29岁的青年哈，啊，你是世代业，就是讲你即马也无头路吼，你也使到这个台湾就业通网站来申请这样安尼计划哈，安尼计划就是。咱就讲迄款师徒制，就是那就师徒制的计划。啊，另外呢，你若是企业，嘿，头家你都要听清楚。啊，头家，你若是你有愿意吼来协助这些青年吼，你予伊这训练的这机会吼，啊，先说嘛会使予你这企业吼，这个就是青年人较济啦吼。然后也可以有这个老的师傅的带领，有一些青年共创的概念啦吼。啊，这样子。都可以到台湾就业通来申请哈。那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你一定要提供给他工作岗位训练。所谓的工作岗位训练，都是你哪走哪学，哪走哪学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样两种信息的层面，第一个信息是要给这些青年朋友哈，15岁至19岁。第二个就是咱的这个企业界真正哈，把你的这个功夫哈，真正先放出来哈。啊，继续咱先来搁请教哦，咱这些少年的23岁尔哈，已经这个就业一档啊啦吼，啊，即回即一档你拢在做啥？啊，其实你看到啊，好你较在，你是去年毕业的，啊，你今年来拄到这种情形，你应该嘛是三无头涨吼。嗯，嘿，吼，安尼讲起来是讲我是算较幸运啦，啊，去年毕业啊，就找着头路啊，即摆嘛退伍啊。是啊，拄啊，迄劳动部提出的标准啊，甲迄种个政策啊，有淡寡问题是我。听别人讲出来，是，就是想讲，若是有人毕业了，要做兵的时阵，啊，其实伊嘛就想要食头路的，高过底进前，我都要去做兵，啊，若是无做兵，其实企业嘛无想要解雇，所以讲，即款的人伫即个进前的奖励时阵，无包含伫内底，嘿，无包含伫内底，伊食无着啊，这伫拄仔有讲过，啊，这伫迄。研究所啊，做兵的人，这有80000人。其实，阮想讲，这劳动部咧想的时阵，敢有法度甲因包含在内，嘿，包含在内，放伫个内底安尼。啊，而且过来是讲，嘿，奖励的时阵是，拄仔讲的两个政策，一个是青年摕到嘿。半当摕到30000块，是啊，另外一个是企业嘿摕到嘿补助的分，补助的部分。啊，我。新工那边，迄青年摕到钱的部分，是啊，因为讲其实迄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讲其实迄职缺是无增加的。OK， 啊，那是讲你内面叫企业去放一挂亏出来，亏出来，真正有困难。真正有困难啊，但真正放出来啊，伊是为着迄拄仔讲过的补助，放出来啊，摕补助啊。你伊会安怎做？是，有可能有淡寡企业就会甲迄原本的员工也甲伊辞掉咯，辞掉咯。哦，对，这个咱讲除了青年以外，即咱讲较中层的，即这个员工，伊是不是为着要拼这个数字牺牲？即咱讲较过去咱即老员工，嘿，这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代志。啊，所拄仔有讲过，有师傅带徒弟啊，这部分嘛是有小块的问题，是讲。因为迄企业是看到迄补助的部分，啊去请人，啊若是补助结束的时阵，是伊会安怎？伊无法度予少年人有更加好的薪水，那啊也是讲予师傅啊教煞了，伊的补助无啊，啊就无遐悬的薪水，无遐悬的利益，是啊伊会安怎做？伊会甲别人辞掉，还是安怎？其实这是爱考虑的所在，不是。我所讲。这溜较长啊，到9个月啊，代志就会
结束的。好，安尼我就先来请教咱的教授了吼。其实教授，咱头拄啊私底下咧讨论的时阵，就讲吼，即阵真正大环境较歹啦吼。啊，大环境较歹这个部分，啊，这个亏就是遮尔少啊。啊，可能我企业嘛无可能放遐侪亏。啊，虽然咱有讲吼，这个青年就业基金的这个计划啦吼，企业有领到这个补助。啊，咱头拄啊这个李叔伊嘛讲到，可能。吼，真正伊若要申请遮这个补助，是毋是会牺牲哦？搁较过去咱遮这老员工，有遮个可能吗？我想应该是较袂发生这种代志啦，因为这计划训练计划其实已经做真侪档啊，也效果就我了解是袂歹。啊，现在袂发生讲，甲迄个老员工抬头啊来请遮个政府补助的少年人，因为真简单，第政府若头家若要甲原来老员工甲洗头路。怪付一笔钱，也付一笔钱啊，租金费啊。是，啊，第二伊爱甲政府通报呢。啊，政府在介入来讲，啊，你是不是有一寡吼违法的所在？是，好，啊，伊若拢无要做，这就落租纠纷啊，啊，来去劳工局调解啊。啊，所以讲，这对头家来讲是真麻烦的代志。好，啊，就讲啊，佮第二啦，伊若准讲真正公司做了无好无趁钱，因为这疫情的关系，疫情一月份就开始啊，是，伊若无趁钱，伊早，甲遐老员工伊早就甲死掉啊啦，伊袂等讲啊，政府六月份有一个计划出来，等计划伊也袂算命啊，对无吼？是，算命讲啊，政府六月份计划快出来啊，等六月份甲死透咯，应该是无种头家，无这种头家，这含这伊事实上的状况有一寡记录，啊，我是感觉讲，即马重点是讲，即个。青年的这就业奖励的这计划吼，伊到底是好个安那？我感觉重点是讲到底有需要无？有需要无？我个人话讲公开讲真个，甲我感觉讲有一挂人批评讲啊，这计划钱送互这少年人，啊少年人伊毋是真正有迄个意愿吼，认真要来找头路做头路，伊是为着政府这补贴。我是感觉讲一般咱的毕业生少年人，我嘛伫教册。十几档，伊食头路，还阁是咱台湾人、少年人上要紧的代志。伊袂讲哦，为着迄个一两万块，吼去专工找一个头路。伊本就着爱找头路嘛，吼。好啊，所以啊，即问题伫对，即马上大的问题是因为即疫情的关系，大家拢知影，媒体嘛拢一讲讲在报，真侪迄个工作机会拢减少。是啊，减少以后会产生虾米影响？真简单，吼，就讲。一寡吼，伊去往洗头路的吼，一月开始到五月洗头路，也是讲伊即马吼开始咧找头路，伊即马感觉讲哇，工作机会减真少，伊要找头路感觉讲真烦恼找无，啊找无有，其中有一部分人伊安那做，伊开始无要找，无要找头路，伊找一段时间以后找无，伊就退出来，伊无要找啊。是，这种的咱叫做确字工作者。是，我叫吼毛下出来。头拄仔这个教授讲的，确字，咱讲华语讲的确字工作者，然后英语叫做 discouraged workers， 然后伊只有一种概念，就是讲啊，本地吼有要找头路啊，但是伊无真正去找头路，这就是咱讲的包含伫这个定义内底了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这个伫亚洲金融风暴的时阵吼，迄当阵差不多是140,000人啦吼。咱就甲写起哩吼，140,000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另外咧，金融大海啸的时阵，迄当阵是180,000人啦吼。另外，武汉肺炎这个风暴也唔知影偌济人，但是即个 discouraged workers， 这个中国安怎发甲翻译？或者心灰意冷的工作者，就是本地我要去找头，想要找头路，但是无找到头路的人。我补充一下，咱迄个租界处的调查吼，是今年的3月至5月，拢即个确诊者人数差不多。159,000至160,000啦，是，差不多拢是15-16万，16万左右。啊，十万左右已经含迄个十年前迄个金融海啸时18万差2万尔，已经是不只严重啊。是，啊，即个上大的问题是讲吼，今年3月至5月，迄个29岁以下的即个确诊青年吼，增加5000人，增加5000人，这代表什么意义？为4000人变9000人，即我要补特别强调吼，就讲过去伫3月至5月，真哈咧发生讲，即少年人伊本正咧找头路，啊结果无要找，无要找头，退出了公司，无。是。
所以今年是一个反常啊，反常的原因就是疫情的关系。OK， 真侪少年人伊咧找头，发现讲哇，真恶吹，伊就归去卖吹啊。是啊，这是五月份、三月份，这是过去毕业的少年人哦。嗯，今年毕业的伊拢唔捌找过头路，无工作经验，我是真烦恼。今年毕业生吼，会比头拄我讲的高千人更加侪，更加侪。尤其咱讲吼，这个数字可能是六月过、七月、八月，啊，所以，为着这個今年毕业生有可能因为这個大环境无好，怎啊开始无要找头路，以防因有这种退出劳动市场的状况。所以我是个人感觉，劳动部这个加补贴这个毕业生一寡津贴吼，鼓励伊爱有信心，爱继续落去找头路，是，这是有迄必要性。所以爱继续鼓励吼，这个鼓励这个性质嘛真好啦吼。其实咱个先请教这个少年人吼，去年啊，真正头拄咱讲的是幸运啦吼，但是你看边啊比你减一岁，这个人因要安怎？有甲你讲什么无？有啊，讲足济啊，讲。一般怎讲咧？先讲有同寡人是去研究所，所以无迄个问题啦。吼、哦，这个去研究所诶，嘛是一种确诊者。伊这确诊者是虾米意思？确诊者来讲，确诊者的定义来讲，第一，伊即马无头路；是。第二，伊有才调、有能力去做头路、食头路。但第三，伊无咧找头路，伊就要退出吼，伊想要去找，伊本正咧找头路，少年人啊，结果伊退出了。有可能做其他的代志，譬如讲，怎啊在好好找，是，来读册。第二，在厝里斗三工。哦。第三，去外国游学，吼、哦，去深圳嘞，吼、哦。就是我先度假，多撇之类的哈。好、哦哦，啊，这咱一般人讲，这有这啥？确实，青年大家听起来真无好理解。一般人讲，迄个啃老族。啃老族哈、哦，就是食厝来的啦。食厝来的。是啦哈、哦。啃老族大家就较听有啊。是。啊，啃老族问题真严重，是社会问题。咱政府和社会要关心、甲斗相共，因为伊比失业的青年更加严重。有、所以咱讲，这个真侪朋友已经要去准备考研究所啊。啊，系啊，就是足侪啦。啊，不过我是想讲，迄为着叫少年人去做工课，所以讲。有当寡饥不择食啦，啊就，要安怎讲咧？因为阮迄保青年就业迄技能计划，是，毋是讲有有当寡产业是有诶，啊当寡产业是无诶。OK， 所以讲是伫即个所在部分，那是想讲啊叫因毕业了后直接去找头路，啊大下学诶物件其实根本无重要，安尼敢有？做的代志，甲大学学的根本无同的时阵，安尼敢有需要遐尔着急？哦，所以这个少年的意思就是讲吼，我大学学的啦吼，但是我即马为着要拼这个吼，会当领到这30,000块，啊，我甲我过去读的，还是过去兴趣的，拢无相同的。我准备要投入这就业市场，咱头先看到这個新闻片段，冇安尼人吼，但是有的人就选择讲，我无要为着这30,000块，我就是要选我家己喜欢的，啊，这款的这个现象要怎解决的？其实我是感觉吼，少年人伊找头路啦吼，和咱大人嘛是差不多啦，拢是先求有再求好啦。是。嘿，啊当然，大家有大家的志气啦，哈吼。啊，不过就是讲，若是环境，若是安尼吼，就是大家都是先把它占有啦。先有啦。先有啦，吼。啊，像头段这个青年这边讲的吼，就是讲伊可能伊大学学诶，即马这个就业市场可能无在头路面嘿，阿边啊，对不对？嘿，啊，都是安尼吼，政府甲有这训练的计划。OK， 嘿，啊，训练的计划其实训练有两种，是，一个是当教师训练，啊，一个是当公司训练，啊，像这个青年就业旗舰计划都是当公司去训练。哦，嘿，啊，这事业单位哈。你来申请的时阵，你一定爱有一个训练的计划，是嘿。啊，过来同我讲，你是请什么人来指导这个少年的？哦，嘿嘿。啊，而且呢，伊过来每两周要写一个报告，是，就是讲青年都爱同我讲，我做啥物，伊练到啥了？是啊，伊的心得，他的心得是什么 ？OK。啊，这个教练这里呢，马上带伊给伊 feedback， 是嘿。啊，就是安尼吼，安尼慢慢啊练，慢慢啊练，总有一天会出师。啊，像我这个计划，就是像刚刚拖大迄个教授讲的吼。阮这个这计划其实吼，伊嘛毋是新的计划，即摆是加码。
即摆是加码，就是过去我已经有加这个吼鼓励青年人来去进入这个就业市场了吼，即回是搁较吼加码，预算放较侪咧。对、嗯、啊过去吼，其实它留用率足高咧。OK， 几乎100%留用，几乎100%留用，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一些青年人，其实一他参加了这个计划之后，他可以对自己靠信心，然后呢，各位慢慢啊进入到公司的核心的部分，甚至于有一个青年人，他曾经是客服 ，OK， 都是一家等位，啊，伊是日文系 ，OK， 嘿，日文系，啊，结果呢，伊都是经由他的师傅的带领，结果今嘛是咧做迄个他们那里的教育训练，啊，够做督导，是，啊，够因为伊有读日文，啊，伊迄个客服拄拄啊好，都是去日本的公司是他们的那个货源，啊，伊都是做这款头路，啊，所以即马甚至是主管，嘿，啊，都是讲其实时机是时机是真正无好，啊，不过其实政府有足侪措施，大家拢会来试啦，就是在人啦吼，就是讲这个求职者，这青年朋友15岁至29岁，你若是有心啦吼，买当豆豆吼，透过这个师傅的带领，来引入门了后，自基层豆豆变成这个主管哈。其实豆豆这个训练的单位，豆豆嘛讲到，会当伫教室内底，会当是这个工厂内底，还是工课场内底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伫教室内底。高中也可以哦，大学这个校园也可以做申请哦。另外，这是无这个工作的这个限制啦吼。真侪亲像这个但是有一挂这个单书，就是讲吼，这个保险业也是保全，也是直销，也是不动产的吼。这的人吼，这都是爱训练以这个内勤的这个需求为主啦吼。内勤，然后这是有伊的这个必要性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要过来请教青年朋友啦吼。头拄仔你嘛讲到。因这个教授的这个回答，啊，佮有咱家的这个，你会想讲安尼，因的这个回答会解决青年朋友的这个困扰无？是讲困扰，因为拄要讲过的时阵是青年做工课的时间啊经验，其实拢无够，所以讲伫个就业的市场内底，伊要找头路的时阵，其实是要怎讲，较无经验，所以讲。有当个有足侪人嘛，互骗去，也是安怎的？所以讲，若是劳动部迄边会当伫迄申请迄青年就业技能计划迄企业，迄边会当做一个设定一个标准，就讲诶，这是迄伊个劳动条件是较好，还是有劳健保有较齐全的。但个即种款企业才申请才有，就是即个企业分别的，爱有分别。啊，若无一个好的公司，啊，歹的公司，大家拢会当申请。啊，大家其实青年伫个找头路的时阵，伊无经验就毋知影。啊，即政府申请，即政府是讲会看过会使，啊，就去。啊，唔知啊，这是遮尔啊艰苦，还是安怎的？哦，这个投保的这个部分，吼，还是讲这个企业界伊的体质到底是好还是唔好啦？吼，其实咱这拢是爱注意好对的，吼，这个政策方面可能等搁落讨论。不过咱嘛要看到讲吼，过去这个自这个2000年开始吼，到即阵20年，咱看到这个整体失业率。吼，甲这个青少年朋友的这个失业率来做一寡比较啦吼，咱看到伫咧2008年、2009年迄当阵吼，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吼14.49%啦吼，啊，另外咧迄当阵的这个整体失业率是5.85%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2020年哦，自1月到5月，咱头拄仔有看到。就是讲吼，伫咧年初时阵才3.64%啦吼，啊，即阵5月是4.97%，所以伫1月到5月，这个青少年朋友的这个咱讲整体啦吼，整体这个失业率是来到3.83%啦吼，啊，少年青年朋友是11.32%啦吼，所以是伫年初甲这个5月时阵已经反映出来，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影响啦吼。不过咱嘛要看讲吼，这个薪水的这个比较到底啦吼，就是讲伫咧过去。咱有一个上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讲这个22K 这个方案啊，吼，迄当阵是2009年，因为2008年，迄当阵刚好拄到这个咱讲的金融出纳米啦，吼，大海啸啦，吼，所以有这个方案。啊，这个方案呢，到底影响到咱实际的薪水，到底影响偌深？咱毛做一张图表，咱看讲2009年迄当阵吼，是这个青年朋友的这个薪水吼，差不多起薪哦，可能在。2万1，无到2万1啦吼，啊，2010年的时阵才2万，
1000多块啦吼，来到看到讲，二零一啊，咱讲蔡英文上任了后，逐年咧提升这个基本工资，即阵咱看到吼，这个青年朋友的这个薪水啦吼，平均差不多来到32000多块啦吼，咱嘛要继续来请教教授啦吼，其实咱头先讲到这个22K 这个方案，过去迄个方案吼，甲这个少年朋友的这个薪水吼，扣较足低，啊，我本身嘛是这个受害者吼。过去我嘛有讲过，就是讲啊，迄当阵学校买当做一寡这个申请，啊去做助理的，真正是22K 尔吼，是领啊，劳健保加落可能有26000吼，但是你第落落底啊，真正是22000啦吼。啊，即阵这个方案出来，90天的，180天的，你做满会当领满30000块，甲过去22K 这个方案。做一寡比较，伊会搁较这个薪，甲这个少年兵的薪水搁较优厚低无？应该是袂啦吼。我伫校含学生咧上课嘛，拢学生有种疑问啦吼。我拢讲应该是袂发生，是安怎？因为迄个10天前迄个吼教育部迄个方案，伊会发生迄个状况，是因为教育部迄个补助的金额吼含市场劳动市场上接近，上过接近。OK， 迄个薪水的水准上过接近。因为上过接近，还佫比市场的薪水稍微减一寡，所以当迄个补助若结束的时阵，头家就决定特别为难讲啊，到底我要继续甲请这个少年人无？啊，这個、时阵伊若要甲继续请的时候，伊讲啊，安尼吼，政府有定一个迄个补助金额，比我原来请的较减较少啊。我就用政府定的迄个标准甲请就好啊。所以怎啊甲规个薪水的水准拢降低啊？啊，但咱即马即个劳动部即届即个方案应该是未有即种问题，是安怎？真简单，伊即届即毋是每一个月拢补助。是，你做满哦，嘿，90天，伊这是90天3个月，3个月30000块，啊，等于一个月1万。是，好。3个月20000，啊，等于1个月才6000多块。6000多块含1个月月结吼，差不多2-3万块，差真济啦。是。差真远的时阵，准讲补助结束的时阵，好头家若要决定讲啊，我继续请这个少年人。6000几块1个月含迄个吼结束以后，我1个月上无，若要继续请上无，还买2-3万块。2-3万块含迄6000多块差收济，无可能有价啦。伊头家也讲，我继续甲伊请，用6000块甲伊请，少年人哪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上过烦恼，应该未发生。未发生啦，未发生。所以咱嘛讲到吼，过去因为这22K经验，咱讲劳动部才嘛有思考到坐这个问题，尽量避免这个代志发生啦吼。但是咱嘛看到头拄仔这个私底下这个教授有用一个拍一个比方啦吼，就是讲。啊，即、這個、政府的补助是要爬楼梯，也是要落厝啦吼，行楼梯行落来啦吼。咱先搁请这个教授甲咱讲这两个概念安尼。就是讲，咱一般学理上有在讲吼，种政府补助和劳工，吼，也是伊迄个补助方式有两种啦。是。一种吼，咱一般讲叫做爬楼梯。爬楼梯就讲你即个劳工伫头家遐的吼，即个工课。做愈久，啊，政府的补贴金额愈侪，愈侪，吼，啊，另外一种颠倒病，就讲落楼梯，就讲你做愈久，啊，补贴愈少，是，这两种的补助方式就研究来讲吼，拢有伊的好处，是，啊，嘛有伊的一寡问题 ，OK， 好，头一种爬楼梯的方式，伊的好处是啥？就讲，啊，我吼，你做愈久，这个少年的，这个劳工做愈久，啊，补贴的钱愈侪，安尼有啥物好处？吼，这个劳工伊感觉哦，安尼。我做愈久吼，有一个吼，甲我讲鼓励，我做愈久吼，钱愈济，补贴愈济，我就愿意伫遮做愈久，吼。但是伊个问题就讲啊，补助若结束咧，补助结束，头家就爱决定讲我用偌济薪水甲请，啊，你补助愈来愈济，到迄个补助结束的时阵，迄个补贴钱上济，啊，即阵头家无可能用迄个补助原来的薪水，吼，佮加迄个政府补助的钱去遐请嘛，一定是用原来的薪水嘛。啊，即个选迄个差压的监管，差压监管，即个劳工伊敢愿意？我都唔愿意住伫遮啊。啊，另外第二种吼，落楼梯的效果含歹处，都要颠倒病。是，好，伊就讲伊，因为你做愈久补贴愈少，啊，就对劳工来讲，啊，我奈无搞鼓励，是，我做遮久奈无搞鼓励。是，伊要继续伫补助结束进程，继续伫遐做迄个意愿就会降低啦吼。但伊的好处是啥？补助结束的时候，伊补贴吼
上少嘛。我的五万跟我实际摕到的是差不多相同。所以头家有可能吼继续甲请。嗯，好，较有可能，相对较有可能。是，所以拢有伊的好处和问题。OK， 好，所以咱即马来请教少年朋友了吼，那是要互你补助，像咱咧爬楼梯爬起哩，还是讲吼愈补愈济，啊买手，咱另外一个方案是讲吼，亲像落楼梯安尼吼，愈补愈少，你会更多一种方式咧。其实我是感觉讲要看人啦，因为拄仔讲的迄落楼梯甲爬楼梯的迄好处甲歹，好甲歹啊，都讲出来啊，吼，啊就我就无要讲一届啊，安尼。问题是讲，伊讲行落楼梯的时阵是好起啊，会当好用正常的薪水甲伊请，是安尼，伊是看起来是以起啊为主啦。啊，想讲啊，少年人，你讲是讲是讲为着少年人咧找头路，是为着少年人会当稳定做工课。是，这方向敢那是无啥共款，甲办阮原本想的是无啥共款的。嗯。啊，而且啊，行楼梯的嘛有问题是讲伫补助结束了后，青年是感觉讲我。我有即个才调，我有法度摕到遮薪水，嗯，所以讲，那安尼我常常就无啊，啊就，就转去啊啦，嘿，就转去啊，就是有其他的拍算啊，安怎研究所啊，是出国啊，是创啥，诶，所以就是讲，嘿，这个就业市场，因为安尼可能政府的这个补助，到底伊这劳用率，虽然过去咱的这个数字真好，但是咱讲即回真正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吼，企业界有诶是挡袂落去。但是有这款这个两种方案吼，啊真正挡袂落去，啊是讲留用率，遮是毋是爱搁去做一寡另外思考？其实我感觉吼政策吼，拢定定都是爱看人民的需要啦，是嘿啊，即摆的就业市场的状况，其实坦白讲啊吼，真正是百百种啦吼，啊所以像头段恁讲的迄个爬楼梯迄个，是鼓励青年吼，投入这个，去投入一些特别的产业，啊这类啊这个产业通常都是缺工的，国家需要的嘿，啊所以那他是用爬楼梯的，希望你亲像登基教好啦吼，嘿，啊就是希望你会再做较久诶，做较久诶，吼。啊，那是落楼梯诶，这吼通常是譬如说是像我们这一次的青年就业奖励，例如这三万块，我前面90天给你就是20000块，是，我后面再给你10000块，啊，这都是下楼梯，啊，这都是讲你已经找有头路啊，啊，我嘛是感觉讲你踮当遐那是好好吼，你可能。你就是会较顺啦，吼，较顺咧落来啊，所以就是用下楼梯啦。啊，我是感觉迄政策的设计跟目的拢无共，拢无共款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啊，青少年朋友会当吼，我家己嘛是会当依照家己的兴趣吼，去找头路啦，免讲真正我要拼这个九月底吼，再来找头路啦吼。就是讲这个九月底进前，你若是真正做满90天。他做咱讲的，这是20000块，180天有30000块。但是你若是进入这个 guts 吼，我就是要经我家己爱的这个部分。伊要进入这个劳动市场，都甲头先咱讲的，这个确制的工作者是完全无共款的。伊是有意愿吼，啊，但是伊唔是无想要找头路啦吼。伊这个意愿性也阁真强，啊，但是伊面对的这个问题，甲咱头先讲的这个情形阁无共款。但是因这个人要安怎吼，啊，但是真正找无。买手真正是敢有就好吗？我是讲啊，若真正找无，伊有可能几种原因嘛。第一，就讲伊本身对劳动市场的吼一寡迄个某一个行业吼某一个行业伊较无了解。OK。啊，第二种就讲伊的资源较少，嗯，伊毋知影要透过什么管道去找到适合伊家己的头路。第三，就讲有可能伊去面一个公司含头家伫遐讲的时阵。头家感觉讲伊的即个能力条件较无遐高。OK， 吼，啊，若准讲是即几种的状况，可能爱无同款的合作的方式啦。比如讲，若种第三种，伊是吼头家感觉讲伊的能力吼较无遐好，吼，啊，即个时阵就是靠到讲即个吼就业旗舰计划这样个帮衬啦，吼，啊，即种其实不只多啦，吼，啊，像靠到即个所生讲的。真侪就是讲，伊读个含伊做个工课无共款，是啊，即个时阵真侪就是即种个。头家感觉讲，
你好好学诶，含我即马要用诶人诶迄个能力，你较无符啊。啊，即阵那准讲有即个训练计划，就多少当甲即少年人帮衬着。是啊，那准讲是迄种伊无找到，毋知影一寡工作机会资源，吼，伊毋知要用啥物管道去找头路。即个时阵得爱咱讲诶即个吼推介就业媒合嘛，吼，爱甲斗相共，譬如讲人力银行啊，是政府因发展所某一寡迄个台湾就业通，吼。这东西免费的嘛，哈其实伊吼，伫只最近我也了解，最近较有我昨较拄到一个伫咱迄个邦桥的就业服务站的一个督导，是，好，阿哥，哦，这里有一个记者甲我问，伊讲哇，李老师，阮最近吼无闲假，我讲是安怎？因为最近吼，即个咱政府的不管劳动部还是迄个市政府的工作，因为就业中心吼来要找头人，加拢是人，加真侪，是。啊，不是传统讲迄种伊从死头路，伊要领迄个许补助的，不是，伊是真正要来找头路。真正要来找头路。啊，因迄记者来我问讲，啊，是安怎吼？去年的这个时阵吼，来吼政府的就业中心找头路，无今年遮济。嗯。我讲两个原因嘛，第一，今年迄个一挂民间的人力银行拢有讲啊，因为疫情的关系，迄个企业吼放出来工作机会，去人力银行的加少好少了很多，减真济啦吼，减超一二十万啦，是一二十万的迄个工作机会。嗯，啊，即阵吼一个要找头人，想讲啊，人力银行派出，我就来政府去看卖啊。是，好，第二就讲，即个政府伊的迄个不但是甲你帮衬，甲你讲哦，工作机会啥啥啥，嗯，伊阁有专人咧甲你辅导啦。是，好，甲你讲哦，你是吼能力歹，啊，甲你训练有啥物补助的津贴，啥物方案，嗯，阁有遮个啦。OK， 所以我感觉讲，其实今年的状况真正含。往年无啥感觉，所以咱当时才当看到这个英景啦吼，搁再转来，到底这个景气当时才当恢复吼，咱嘛有一个新闻报道先带大家做回来看。武汉肺炎伫咧一月底爆发，冲击到真侪行业，嘛乎失业率连续四个月创高。主计总署公布上新的统计，失业率已经为年初的3.64%，一直到五月份的4.07%，失业人数有486,000人，比顶个月增加5,000人，也是这八年来同月份上悬的。跟上年同月比较，失业人数增加了49,000人，一至五月的失业人数平均为458,000人。失业通常我们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指标，但是它已经开始反映了，预期随着暑假季节性的失业，那个数据会更难看。过去这五年，国内除了105年的失业率是3.92%，104年到108年的失业率平均拢伫咧3.7%左右。学者认为讲，六月份毕业季都要到啊，失业率恐惊会搁较歹看，而且因为疫情的影响，致使失业率一直咧升悬，全球的经济嘛受到冲击。国泰金的研究团队嘛调降预测2020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为原本的2%调降到1.8%。不过国泰金强调讲，就算是安尼，下半年的景气还是会有希望会当变较好。今年第二季是谷，大概是最近的谷底了哈。7、8、9，我们的经济气候都是代表景气扩张的。国泰金强调讲，因为全球的金融起落有较稳定，而且台湾的疫情控制了真好的情形之下，按算下半年类似的投资会带动经济，而且还佫有伫要实施的进行三倍券，也会当提升 GDP 差不多0.1%到0.2%，会带动消费成长的力头，也有机会会当把顶半年消费的负成长补一寡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这个景气呐好啦吼，希望这个就业、这个市场、这个开源哪放哪济啦吼，这个景气真正爱好好正的这个循环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组长啦吼。其实头拄仔咱来讲落来，这个景气你安怎甲看？也是讲真正这个就业市场会受到咱这个两个这个计划吼，真正这个开源哪放哪济无？我想吼，这个疫情的关系啦吼，迄是全球性的啦吼。啊，不过台湾其实今嘛那个疫情控制的也还不错、okay. 所以咱拢也未完全的被隔离或者是封城啦吼。啊，不过就业市场是确实是受影响。嗯，啊，所以阮今嘛吼，阮都是政府都是用所有的所有的方法，嗯，来协助这些青年啦吼。那我们会从职业训练跟就业服务一起，好、okay. 啊，就刚刚那个教授马一共嘛哈，都是供那个包含他们的职涯的辅导，包含他赶快的协助他找到工作，还有包含职业训练，特别是职业训练，这个青年其实
青年人哈学习的很快，对啊，嘿，啊，伊那是会使吼，就是稍微休息一下，练功夫嘛是袂歹啦吼，啊，所以就是讲咱会看即卖情形吼，来慢慢的抛出来一些政策来协助这样子。有影啦吼，其实安尼组长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嘿，就是讲你讲少年人学足紧的，这是事实啊，无唔对啊，所以讲我想讲你那是会当甲嘿。大厦迄边合作，想讲啊，大厦学生毕业是倒一种人，是读啥物科系，是读啥物法律的，还是创啥的啊？所以讲，甲伊先要怎讲，先讲个好，安尼就业市场安尼就无需要迄混乱的时间。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敢有机会会当较处理一下。Okay, 我想这个可能分成两段啦吼，那是讲伊即马要阁当好好诶吼，可能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跟那个就是让他知道就业市场的状况，这都足重要。OK， 嘿，像迄文法商诶吼，可能诶较欢乐啦，可能然后像这次像那个餐饮啦吼，餐饮对服务业的部分可能。可能都会担心啊，这个时候就是学校的辅导师就很重要。OK， 啊，还有一个就是讲，针对于毕业生的部分，伊本来就是读四年，就是读这啊变哪啊，今嘛就是讲政府是真正开始要跟学校要合作。OK， 咱慢慢啊等于开一些训练的班级，就协助他们脱胎换骨哈，来迎接下一个疫情结束之后的下一个产业。是，有影咱头段嘛讲到了哈，申请的这资格嘛包含高中哈，还是高职，另外的私立，还是讲这个公立的大专校院，拢会当去做申请。头段这就是这个教室来，那是讲过去真正你所读的，甲你买手就业市场无同的学校，这嘛是一个场所了哈，真正。啊，免伤惊吓啦吼，因为即阵咱嘛看到真正有咧杀吼，啊，侪少年朋友若看咧节目吼，都拿去申请吼，对当解决遮个即个问题啦吼。不过咱嘛要回过头来讲，即个青年啦吼，少年朋友啦，头拄仔咱有讲到，即个食厝内啃老族啦吼，啊是遮个即个问题，先啦，即个因的即个收入会遐尔悬，咱嘛有经历到一个图表，咱来看到吼，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啦吼，真侪国家拢是即个锁边境啦吼，唔那是就业困难。你若要去过去啊，啊，搁去要去 working holiday 一冬啊，即阵嘛无法度啊吼，啊，也是讲过去你要去做外国吼，搁去深造一下吼，即阵嘛无法度啦吼。啊，这个薪水这个补贴政策到底有效无效？咱看到台大国发所这个副教授啦吼，伊讲吼，一百个这个课内底，敢那20个是新增加的这个课啦吼，其他拢是无需要的这个人力。补贴结束了后，都未继续来用啊！吼，这是伊所指引出来这个方向吼，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咱等下来讨论。另外，这个产业吼，到底有引导还是无啦？吼，这台台社会系这教授陈东升哦，伊讲未来长期照顾再生能源还是人工智慧这个产业，可能会有大量的欠工啊！吼，现主席都应该下部回来整合培训在这个少年朋友。另外，薪水较低啦吼，因为伫咧海外就业，也是讲这个少子化的这个影响，收入应该是落降啦吼。但是这个大学毕业生，这个薪水吼，一直伫咧2万8差不多加啦吼，伫只苦苦练啦吼。所以那是扣掉啊，过去咱讲吼，这个薪水真正是补起啦吼。所以咱要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讲真正补助了后有这个问题，补助了后这个亏都无要阁继续来用啊。啊，另外就是讲。未来产业的发展，爱甲即阵这个计划爱有相骂啦吼，袂当讲哦，即阵补助可能吼，真正是这个数字表现好尔，这收入降低，但是我买手劳用率也无悬，也是讲这个少年朋友真正都无介这项工课，啊买手这个失业率是会反映伫明年，也是讲过两年了后，这个大环境的问题搁一再出现，咱先请教授。是这样来讲。那有一个你有在讲吼，长期失业的少年人，是，就讲伊找头，伊毕业以后找头路，所以真认真找哦，哦啊，找一档以上拢无找到头路，这比长期的失业青年，哦啊，这是咱我个人上烦恼的嘛，世界各国的政府上烦恼的一群少年人，好，就讲伊吼，伊本家毕业以后就无经验嘛，是，好啊嘛唔知影要安怎找嘛，啊结果。认真找，找一单拢找无。啊，这上大的原因吼，两种，第一讲像即马，吼，即个经济歹 ，OK， 吼，迄个亏，
毕竟，第二就讲伊无迄个方法，无迄个管道，唔知影安那去找到适合伊的套路。当然有人讲啊，有一种就讲伊找一档拢找无，就讲伊个人的迄技术能力歹啦吼，这拢有可能。但重点是，即马拄到经济歹、亏减遮济的时阵吼，我想政府含社会爱投入搁较侪资源，吼去帮助遮少年人。而且即个帮助袂使讲吼，吼拢。跟动作拢同款的状况 ，OK， 应该看因无同款的状况吼，来去甲协助，安尼较有效啦。是，有影啦。这个咱这个过去这个孔子毛讲吼，因材施教啦吼。啊，即阵咱嘛爱过，咱嘛爱用即句话这个部分，因这个伊的这个品质都是无同款，伊的材料都是无同款吼。即个这个青年朋友，伊就是吼，一有米饲百样人，即百样人有百种工课，还是千外个工课，等待伊去应。但是真正吼，爱真正适合的无偌济啦吼。所以政府家嘛是爱加加帮忙一算吼。是，诶，阮即马是想讲吼，阮拢知影，大家拢非常非常关心青年的就业问题啦吼啊。方案这么多，青年们乱哈，而且大家的需求都无同啦哈，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青年这里，你如果你有一些就业上面的需求的话，就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者是卡等为0800777888，0800777888，嘿嘿，安内在那里都可以取得所有的那个资讯，然后就可以去。找到你想要的方案，找到这个方案吼。一般吼，这少年朋友上大的这个问题是啥物？爱甲恁做一挂这个咨询无？其实即马少年人吼，伊上大的问题是真正是，伊唔知影资源单对，伊嘛唔知影伊是要去找啥物头路。伊其实真正拢唔知道，都像拖拖迄个苏同学讲的，嘿，阮是刚刚说，大家拢唔免烦恼，都是找这个台湾就业通，或者是0800777888，拢会使解决。是，所以有真侪种管道啦吼。咱头先嘛讲到，这少年朋友苏丽素啦吼，伊伫去年先引到这个头路，啊，资源你当阵是安怎找到的？主管，迄当阵是我伫咧要毕业时阵，甲我诶教授咧抬杠啊，讲伊有迄实习诶，所以讲就即个机会啦。啊，我是算幸运啊，毋过其他诶人就较辛苦一下，是爱找一下啊，做兵啊，有诶无诶安尼。就是有这个教授的这帮衬吼，你读这个资讯的吼，咱讲过去吼，我这个嘛是读这个交通大学吼，啊我嘛，但是我是读这个文科的啦吼，但是就看到讲其他这个读较这个理科的这个同学啦吼，还是讲其他科系的人哦，因真正头路伫咧这个毕业进程拢因好势吼，这个教授你若是对好好势，你的头路都无问题啊啦吼，这是这个理科的这优势，啊你文科的朋友咧？文科的朋友就。新作兵啊，有考研究所的，啊有进前有足侪人讲是要出国的，因为文科伫咧国外是较有钱啊。就是这个嘿。系啊，啊不过因为武汉肺炎关系，所以讲拢停落来啊，即马就唔知影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款，所以讲我嘛无法度甲你讲所有人拢安怎安怎。是。不过嘛看到这个。科别无共款吼，本科甲这个理科啦吼，这个学用，这个真正落差的这個情形吼，真正伫这两个这个大个这个分类内底吼，真正看会出来啦吼。不过这个教授嘛伫这个学校咧教啦吼，真正要投入这个就业市场，即个这个新的这个劳动市场的这个人口啦吼，有啥物爱互因建议的无？我是讲第一，讲真正爱除了了解家己的吼较趣味的迄个工课以外吼。上条，你爱了解即个劳动市场，是倒一种的产业，倒一种的职业吼，伊的工作机会有较侪，啊，倒一种较少。OK， 好，啊，第二，吼，哦，你找着讲了解讲倒一个产业的工作机会较侪的时，你爱了解伊的劳动条件、伊的工作环境，吼，啊，这不但是会当去看因的公司的即个吼网站，买单去探听啊。啊，譬如讲劳动条上条件来讲，伊的薪水偌济，伊福利有无？是。啊，伊有劳保、健保、旧保遮个无？吼。第三就讲，你爱了解讲啊，伊若真正哦某一个产业你有趣味，啊，而且伊工作机会较佳，啊，伊劳动条件嘛袂歹。上尾你爱了解讲，你爱家做好准备啥物？你的履历安怎写 ？OK。你去面试的时阵，啊有一寡注意的代志，你爱去甲问者。每个家家注意好对。因为即摆有诶少年人，伊嘛唔知影履历安怎写，因为大多数人。
头一届找头路嘛，无经验吼，所以这拢爱去了解、去探听、去学啦。是，有影啦吼，真正是这个资源真多，但是可能这个少年朋友唔知资源安怎来用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伫学校的时阵，头拄仔咱讲到组长讲到学校的内底。这个辅导中心嘛是真重要啦吼，啊，不过咱讲这个就业奖励计划是讲就业技能计划到底有诶这个成效效果无啦吼？真正咱讲可能毕业归了后，到九月底咱都要做一个这个升职单吼，爱做一寡这个检视啊啦吼。迄当阵这个效果有出来无？还是讲较过去咱讲2008年拄到金融大海啸，迄个情形这个失业率遐尼啊高啊，政府塞这个方案啊，结果甲这个薪水又好低，希望是冇有这个情形啦。头拄仔这个教授嘛讲。真正袂有即种情形阁出现，然后因为即个过去即个薪水较斗大啦吼，较密，但是即回咱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去做补助，90天先予你2万，180天予你即个啊3万块，然后另外就是补助企业的即个部分，有分即个薪水的28000，还是讲无够的哈，是讲28000以上甲30000，拢有即个基础的即个差别啦吼，就是5万讲真正哦较过去较欠工的，买当改善。咱过去这个结构性台湾长期以来吼，这个产业这个部分的这个大问题啦吼，所以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咱真正看会出来吗？有信心无？会当改变无？我是感觉吼，大家来共同努力啦，大家共同努力啊。其实阮最后吼，阮可能加紧嘛有其他的训练计划，就是。当那个教室里面上课的，其他几位做回来休庭，再少林兵，然后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感谢。